韩国偶像组合 XO 成员灿烈今天凌晨在 INS 上发表长文，一条一条反驳了网上流传的自己与少女时代成员泰妍的绯闻。灿烈今天凌晨先是在 INS 上发布了一张自己翻唱 Crash 的歌曲偶尔的视频，随即就有人在视频下面留言称，这首偶尔是 Crash 与少女时代成员泰妍共同演唱的，灿烈是通过这种方式公开自己与泰妍的恋情。随后又有人称，灿烈曾关注泰妍的 INS， 但是没过多久却又取消了关注，可见两人的关系并不寻常。此外还有人爆料，不久前曾目击到灿烈与泰妍曾一同参加 Soldiers Festival。面对传闻，灿烈不久后就发表传闻进行反驳。灿烈表示自己发布演唱偶尔的视频只是因为粉丝中有很多人想听他唱这首歌，而之所以先是关注泰妍的 INS 又取关，是因为有无聊的人在无中生有地散布自己与泰妍的绯闻，而且自己和泰妍是在 Soldiers Festival 偶然碰见的，并不是两个人约好一起去 Soldiers Festival。 最后灿烈表示他不希望有人在自己的 INS 造谣让广大粉丝陷入混乱，也不欢迎这样的人看自己的 INS。 另外不管别人说 SNS 是浪费人生还是什么，他还是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来享受人生并与他人交流。